好，哎，你看我这个就带着我的标语，而不是这个。好，有没有？然后我拿这张出来，就有人说黄国昌讲帅啊。我说对，没错，他是民主之贼，他就是把我的民主给偷走了。好，超派。然后现场呢，国会二把线人藐视。啊，为什么现人藐视？因为他通过一个藐视国会这一语，任何人或者是机关团体、政府官员，他一开始版本是这样哦，哈、哦，如果他问你话，你不回答，或者你让他不开心，他就用助罪把你，这样子。然后勇士哈、哦，就是他把立委丢下来，我觉得这太夸张了哈、哦，这种行为是太暴力了，谴责暴力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是别人啊，我看当场有些人举的标语哈，对，鬼姑大哈，这是那个闽南语啊哈，就是你是反叛叛徒的意思啊，黄国昌哈，你活成了你曾经最讨厌的样子啊。那黄国昌曾经呢，也是推动国会改革，更国会透明的一个人，但是他现在完全站在了对立面。好，这边讲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。这样哈、哦，不是这些立委，你立委想要扣我罪名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哈、哦、变成你是主人呢？这样子，啊、哦，那我要民意代表，不要人大代表。人大代表是对岸，啊、哦，中国都是人大代表。然后你进去说，啊，有没有反对的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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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全部都一个话，一个话而已啊，听中国的话，这样子嘛。那我们的立委是民意代表，不是听中国的人大代表。然后这是这一句标语的意思，这样子。哎，他在这里做的标语啊，大家都整整齐齐的排在这边哦，都没有暴力这样子啊、哦。好啊，这是我啦，哈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去参加这个活动呢？就从这个人开始讲起啊。